每一屆嘅世界盃都講開熱門分子，但係唔可以忽視就係黑馬球隊啦。我心目中嘅黑馬分子就係屬於俄羅斯啦，因為佢哋係屬於2018年嘅世界盃決賽周嘅主辦國嚟嘅。咁球員當然咧係有拼勁咧，去到希望能夠為下一屆嘅賽事鋪路啦。目前嚟講有唔少俄羅斯球員咧都係效力緊咧歐洲五大聯賽嘅球隊，佢真係有豐富嘅經驗啦，去到準備今屆嘅世界盃。咁所以我認為佢哋有幾遠行幾遠，係咪八強甚至乎四強咧？大家拭目以待啊！